哎，妈，两条杠中队长？什么？什么中队长？我大姨妈晚了，然后这个试纸上面两条杠。这次你可得小心了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之前又流过产，尤其是跟你们家这神枪手说，不能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开快点啊？呀，够快了，你是孕妇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见下光，见下光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有孕妇，有孕妇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咋？咋？啊？啊？大队长。咋？哎。保安姐。咋？防护服，咋？来来来来来，你快收起来收。你们公司这么多电脑，安全第一。哎，听话。嗯，老大，你咖啡泡好了，放桌子。哎，好。你嫂子现在不能喝咖啡了，来，给你嫂子杯子，温的啊，千万不能太热。下班我来接你啊，安全第一啊。必须做的啊啊，是喜欢做的啊，那才叫成功。没事吧？还有，咱家门口这早餐摊儿，每天9点准时喊口号，我觉得那是你兜售你成功学的好地方。扯什么呢？我又不是他们领导，再说他们也不是我儿子，我凭什么给他们传金送宝啊？谁呀？猎头。你这有职业介绍所吗？起个洋名吗？哎，你好，对，我是杨征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，谢谢。说什么了？让我去面试。真的？来不及了。哎嘿。成了吗？基本成了。什么职位啊 ？HR 给我的 offer 是产品总监和技术总监。这好事儿啊！你干嘛愁眉苦脸的呀？还有场终面。不是，这事儿太顺利了，这天上掉馅饼怎么可能砸我头上呢？什么时候终面？明天。明天。这么快？哎呦呦呦呦！小心小心！哦呦呦，来来来，明宝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呢？这是？你好，这个是我们买的房子，我们今天搬家啊。对呀，我们今天搬进来住啊。你谁呀？你在这房子里面干嘛呢？我吃饭呢，干嘛呢？吃饭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睡呀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老公，干嘛呢？这是？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嫂子，购房合同有吗？给他们看看。对对对，我有我有我有。干嘛呢？哎呀。来来来来，那购房合同啊，看好了，我们是有购房合同的啊，啊，怎么样，假不了吧？这钥匙也是房东昨天刚给我们的，合同也看见了吧？就是我们家，房本。你们有合同，我们还有合同呢，拿来。好的，老公。给，一房两卖，瞧什么情况？我们的租房合同啊，你让开。什么租房？好好看看呗，你看一下。你们跟哪个中介过的合同啊？这也可以啊。房东欠我们钱，这叫以租抵债，租期啊8年，你拿不拿？这手写的合同你凭什么证明有效？手写的也是合法的呀，也是合同，受法律保护的。是不是要等到我们家破产了，你才能真心跟我做朋友？是那个意思。刚一样，玻璃心，没意思。齐总，你给我们做个证啊！做什么证啊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还绝交不绝交的，幼不幼稚啊？明宝，就住在这儿，公司福利。什么公司福利啊？我可是付了房租的。押一付三，行规你懂不懂？大小姐还知道押一付三呢，你。你忘了，我之前在陈同刚家还演过落跑的公主。你就给我踏实住在这儿，你看你肚子都多大了，房租我会从你工资里面扣的，不要再搬来搬去了。
薛总，我要是怀孕了，我也要这待遇啊！你也敢给我怀孕？你怀谁的呀？我拿个外卖啊，你不许抄。干嘛？你来干嘛？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？你不请我进去啊？耶！我破纪录了！破纪录了！破纪录了！你快来看！杨曼曼，可心姐，你们两个认识啊？这个就是你分居的老婆啊？我先走了，赶不上末班车啊，走了。你站住！你别走，我走。